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One Common Team 的三房有储物室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看看。位于常富街一号的 One Common Team， 附近有巴士总站和何文田广场，交通和购物非常之方便。今次要介绍这个已经装修的单位呢，实用面积是730呎，它是位于七座。入门口那里已经是做了一排的储物柜，隔离就是饭厅。而客厅呢，就摆了梳发和电视机的组合柜，还有很多活动的空间。单位附设露台，现在我们从露台那里望到出去呢，除了可以望到对面的屋苑豪田部分的楼景之外，还有少少的山景给你望得到。现在我们就望下啲房啦，单位属于原装间隔三房一套，现在我们就是望紧主人房。睡房的景观就跟客厅一样，是望翻对面豪田的楼景。而主人房除了摆一张双人床之外，还有预留了衣柜位。浴室就是保留翻发展商的收楼标准，保留翻用浴缸。第一间客房业主就摆了张组合柜的单人床，还可以放多张书台。第二间睡房就摆了张床和书台。客厕就保养得整齐企理，它是用旗缸。厨房呢，就使用发展商提供的电器和炉具。红酒柜、雪柜、焗炉和蒸炉一应俱全。厨房里面呢，就还有个工人房的，业主摆了张工人房的床，不过现在就放了杂物。多谢大家看我这条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